哦，哇塞，可以可以，再王再王星。朋友大家好，刚了啊，又来黄河边了。今天风稍微小点儿。嗯，再王星。从这个上边啊，有三四米深，有三四米，然后很难往下撒呀，因为它是个斜坡。这是你上这个沟里撒的最板正的一网了。这一网再不中鱼，那就没话说了。哈哈，一般碰到钩上就撒不开。慢点手慢点手慢点。你个年儿，因为这撒的还是比较大劲，不好。你应该上这边的。小切星。没动静人，没动静，俺说应该不会啊。有，不是啊？蛤蟆，蛤蟆，癞蛤蟆！我天，我看到有洞的，你在癞蛤蟆上了。哎呦，看看里边，来上来上来上来看看，打到金蝉了，发财了。我靠，脚黄啊，看，哈哈，很带劲儿啊。你要不从那边再来一网，还来吧？嗯，啊，来网也行啊。从那来一网，咱再上那边去。跟小娃娃似的，俩手包住，包住那网来，不撒来，弄不出它来了。那个什么东西？不认得吧？这不个癞蛤蟆金蝉吗？蟾蜍还活着嘞，都活着，身上破了，你看到吗？嗯，不能冒是吧？这是毒啊，毒液啊。嗯，冒了会咋弄？冒没事，咱身上不破不要紧是吧？嗯，你看那鸡啊，剁的它剁的它吃进去，然后就毒死了。啊，救了它一命，救它一命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那个、两个，我天，这个黢黑，我寻思是个草呢。你可是看是这个，啊、嗯，是吧？对，那个从里边，我说的那个怎么一网俩癞蛤蟆，俩金蝉嘞，看来是今年今年你走运了，挣他个百八十来万的。走吧。哟，这上面这疙瘩是不是？嗯。吓人！这个这么大呀？长得啥古董的呀？好嘛，古董啊！金蛤蟆，金蛤蟆，俩哎，走吧，走了。自己知道往水里边倒不倒？知道知道，就是去夜来打的俩鲤鱼。哎，从哪个地方？从那个村那往那个深一点。嗯，多大啊那鲤鱼？哪一个得三四斤？好啊，头一下子那一个打的那个好点，赶我撸在这出路，在这回家跑路，跑路抓紧收起来，搞到怀里十斤挨住好呀。差差不多。嗯，俺寻思你夜里没来呢。来了呀。俺来哈，你没从这里。来了，满斤。大家叫我上满斤。满斤。好。那个人就是前两天就弄他往那回家来，搬了锅在这露面。这样的，这两口子俩那个搞的，他别的。看有货吧？没有，这里太湿的慌了。太高了。我这圈里我也没圈鱼嘞，木鱼嘞，地方是一黑，还不止咱一个俩的。是啊，好，
哦，这网面大，这网可以说是成功了。这网越拽的好，越拽的中餐是吧？大爷会看鱼啊。有吗？有动静吗？河不上抖呢。河不上抖就有货。是往就空货，不是大鱼老公。老公。老公。空往就往大鱼往呀，看吃。老翁啊，就是。老翁，厉害。厉害。十王九孔啊！十王九孔，我是大鱼的老公。大爷，他怎么着？哎，那不走了吗？他不走了还？他叫大壮，在那炕上前在拉尿都不弄的。他怎么着？他是回来的时候睡在石头上了？啊，在个石头上那个。发烧多少度啊？二百度。我娘，发烧二百度。他一光棍子就一个人没疼，看的没管他的。花了那不？哎，一个大爷村里的一个人，发烧烧到二百度，然后烧死了。哎。烧二百度。到这号在那裤里拉尿可不到。嗯，现在还活着吧？活着。嗯。好。要么说春天得锻炼一下。春天不锻炼啊，这一年下来，春天就是通通血管，锻炼锻炼。就今天啊，不通血管，猛活动啊，早起早起来活动。猛喝水啊。猛水喝水，猛吃水果，吃这个，吃柿。我现在光吃柿子也得养鸡，买了二十多块钱的。西红柿啊。啊。对，那东西挺好。啊。你看爆水的老红的老很，我眼里没了那十五块钱。昨天从娘家一袋子嘞，抓着的，从河里打上来的。我谁也拽？没坏。没坏他拽了，有木有的还有。有吗？有啊。啊，没空网啊，这网。不空网，咱不能做空军啊。看。小螃蟹，黄河大毛蟹。伢子玩的不大哈，那个老眼镜戴着喝茶的，下那个网上放那个以后的螃蟹，我操，你讲出溜出溜，那个身上老干啊，一啥都试一手。一啥试一手，那不是手电筒器吗？听他们啊，那对，那时候多，那个时候多，今年啊，今年都有那个了。啊，好，那姐，哎呦，哎，那边上那边打的，那边有可能太多，架构里有可能有鱼。没问题，神秘架构啊，走了。你再站轮下去。哪里不行啊，你得站轮行干的，站轮能有窝站了。